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千层蛋糕有一点点的似曾相识，我也是发现这家蛋糕店之后，我自己都有点小小的惊讶。他们这一家跟我平时吃的那个部分的千层好像啊，而且他们叫好几个口味，好多好多口味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，只是感觉长相有一点点像。我今天好好的来尝一下，如果觉得好吃，可以推荐给大家哦。 我也没有吃过，嗯，千层皮好薄哦，它这种法式千层皮，但它这一层上面这一层覆盆子果冻有一点点薄，还可以。 有一点苦。
就是香橙味的。已经暂停了，我都不知道。有点冰啊，这个没有解冻好。太冰了，我放着，等会解冻好再拍吧，我再吃吧。红茶味的，这是蜜桃乌龙茶的，那个榴莲的好像是有带果肉，所以它冻得很硬，这些它都是纯奶油的，所以它不会硬。嗯，软软的，
烦死了，总是曝光，吃个蛋糕。我就吃完了，拜拜。